13日，据报道，从7月开始的 iKON 日本巡回演唱会由6名成员正常进行。YG 方面对围绕金韩彬的一系列事件表示道歉，并向日本粉丝表示，因为金韩彬的问题让粉丝们失望了，真的很抱歉。预计从7月27日开始的 iKON 的日本巡演将按原计划进行。组合因为队长金韩彬的突然退出，成为了6人组。被怀疑吸毒的金韩彬坚决否认围绕自己的指控。为了反省自己在艰难时期对毒品稍有好奇心的错误，他决定退出组合，并与 YG 解除专属合约，开始中断活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